请大家支持啊！太漂亮了，小木兰。刚才玩了一会儿啊，小木兰玩了一小会儿，一波放，现在哼有四五十人啊！感谢大家支持啊！感谢大家支持啊！现在就是定点找木兰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就是有时候小木兰要是玩起来呀，追它就有点难。跑得安静啊！它跑得特别快。啊，不辛苦，能带大家更多的看到萌兰宝宝啊！欢迎大家来到阿三直播间啊！然后大家看到的是西直门三太子萌兰，然后大家可以给阿三点一个宝贵的关注，没有关注的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对，摸摸哪儿都好看，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哪儿都好看啊。八点到，需要排多久？最好是七点到啊，要是条件允许的话，从动物园外边门口就得开始排。对，一波现在放的人比较少，所以说大家如果真特别想来看的话，一定要赶在前几波。嘎嘎干饭，对。刚才玩了，应该刚才咱们，我排队的时候看到萌兰去这个小架上了。萌兰吃的好香，非常香啊，非常香！感谢大家支持啊，感谢蓝宝的小心心，感谢小熊哥生煎，感谢生煎。哎，萌兰还挠挠头啊，挠挠头。下午一点多一点的时候又加餐。感谢与你同飞的这个是什么，我没有看到过啊。刚才看到一束大花啊，感谢与你同飞的一大花啊。别好别好，出来了啊，看不清楚。感谢这个，感谢悠悠的永生花啊！刚才这特别晃眼，我这也看不清楚小萌兰在哪儿。哎呀，感谢大家支持啊！感谢大家支持。这现在看见小萌兰太不容易了啊，套太不容易了。哎呀，感谢这个陈哥支持啊！感谢。我得去厕所。感谢这个。去厕所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感谢大家支持。太难了，我刚才跟姐哥我们两个是排了差不多的一个半小时，站着没动弹，终于把小萌兰给等出来了啊！终于把小萌兰给等出来了。全是人，太难了。欢迎大家来到阿三直播间啊！现在看到的是西直门三太子萌兰啊！现在看到的是西直门三太子萌兰。然后那个大家没有给阿三关注的，然后有新来的朋友们可以给阿三点一个宝贵的关注啊！抓紧时间拍照。好，感谢大家支持啊！感谢巧克力的人气票，感谢。感谢这是。咪咪哥的纸鹤，感谢啊，非常感谢，感谢大家支持。对，现在这北洞是人山人海的。感谢，这是，哎呦，忘了看清楚了。感谢龙抬头啊，感谢龙抬头，这是韩哥龙抬头啊。啊，时间到了，我。收架子了，咱们没看够的朋友，再看一看啊，朋友们再看一看，小萌兰的正脸照，我慢点放啊，慢点放。池里呢？出来了，站着，我说着呢，出来了，猫呢？找着了，各位，找着了，哎呀，它跟地一个色了，没看着，现在找着了。我们居然出来不先找胡萝卜啊！好奇宝宝来了啊！
啊，一直跟你说玻璃前头是吗？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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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怎么没人往前跑，都跟那停下来了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啊，你养一养，不差两秒钟。不差两秒钟啊，不差两秒钟，咱找着了就行了，找着了就行了。嗯，来吧，看吧看吧，萌兰闻呢，闻一闻，闻一闻，很好奇，好奇宝宝，对，没有先去吃胡萝卜，我们先跟他好奇呢，可以，没有，还没吃胡萝卜，别着急，啊，先好奇呢啊，好奇中闻。闻闻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小萌兰，感谢师哥的粉钻牌。好奇宝宝，好奇的小萌兰，看见了吗？怕孙子一找不着，还跟你说个地个啥？没有没有，那个保护色保护色，确实是啊，那个阳光太晃了，没办法，阳光太晃了。下午好，哎，月安好，下午好。吃胡萝卜了吗？还没呢，还没呢。现在是刚出来啊，我们这是3:30的第一波，刚出来，别着急。那小木兰在寻寻觅觅啊，寻寻觅觅。感谢燕哥的粉丝牌，感谢云朵哥的粉丝牌。哎呀哈，这么好奇呢？这边有啥呀？这么好奇，我们胡萝卜都不吃了，跟这儿找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啊，奶爸揣着胡萝卜跟门口站着呢。季奶爸手里揣着胡萝卜啊，跟门口站着呢，罚站呢。季奶爸，你看季奶爸啊，揣着胡萝卜跟这罚站呢啊。嗯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还是得吃啊，还是得吃，还是得吃胡萝卜啊。好，小萌兰乖乖的坐好了，拿到胡萝卜了，开吃了。OK， 萌兰胡萝卜时间到了，开吃开吃，萌兰的胡萝卜开吃喽。胡萝卜时间到了，欢迎大家来到阿三的播播间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西之班三太子萌兰，可爱帅气的小萌兰。大家如果喜欢萌兰，喜欢熊猫，喜欢主播的话，记得给阿三点点关注，关注阿三，我们每天都来直播，每天都带大家看萌兰看熊猫。感谢萌兰哥的繁花蜜语，感谢萌兰哥。感谢猫猫哥的粉丝牌。我都给你录了，录了。开吃啊，开吃啊！感谢芝麻的粉丝牌，感谢草莓哥的鸿运当头，感谢娜娜的粉丝牌。啊，来来看看，看不见看我手机吧。啊，看不见看我手机啊，看不见看我手机吧。到时候可以关注一手啊，抖音阿三看熊猫啊，跟家也能看了就。感谢猫猫哥的人气连击，感谢梅红哥的粉丝牌，感谢燕哥的比心，感谢娜娜的为你点亮。黄兰的胡萝卜吃完了吧？零食呢？那些小零食呢？哎，时间到了哈，时间到了。这波萌兰寻觅的比较多，但是大家不用离开播，我带你们看看人啊，我带你们看看人，啊，咱们见见世面去啊，咱们见见世面啊。哎，咱们见见世面啊。咱们见见世面啊，让你们见见世面。你看，这个是当时那个圈的那个地，
已经是曲着拐弯的这么排了啊，那边是蒙兰，那边是蒙兰的队伍头啊，咱们看看啊，咱们看看队尾去哪儿了。这个曲着拐弯的队啊一直在排啊，一直在排，已经是排到了这边来了啊，已经都排出去了啊，已经都排出去了。当你们这边排到的时候啊，可能在兜子里头睡觉呢啊，只能看已经排到这儿了啊，已经排到这儿了啊，那个安保已经开始在劝退了啊，说你这排到了也得这个奔一个小时去了啊，一个小时俩小时去了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安保现在在分流，但是感觉没人动啊，啊，没人走啊，这个人太多了，恐怖啊 ！BT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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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，哎呦喂，这个人太多了，今天啊，我说你也去溜不去了。哎呀，这样吧，那个咱让姐哥呀，姐哥他说他快到了，姐哥估计再有个三波四波他就排到了，姐哥已经大概在这个位置了啊，距离再进去看蒙兰就只差一小点了。阿森先带大家看看其他的猫，咱们等会儿姐哥好不好。